哈喽姐妹们，这个视频是一个苹果手机无美颜的，然后这个视频记录一下我现在的样子哈。玩快手6年时间，从来都没有下过120以下，因为之前一直做主播的啊，老是拍段子，然后就是停下之后又开始了，所以我想这次挑战7天10个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而且我不要那种节食的，健康的就可以了，健康的下，然后不为了取悦别人，就为了取悦自己。这次一定要下120，我是1.65米，净身高，不穿鞋子的，加油！我的老天爷呀，吓人呐！吃饭了，姐妹们，咖啡必须上去，咖啡随餐喝都可以了。这是热水，刚弄好的热水。这早中餐，早餐我吃了鸡蛋，还有软糖，一块吃了。老父亲炒的菜，我今天吃了牛肉。看肚子，盖着吧。早上吃的鸡蛋剩的，把炒的空心菜。晚餐的话，6点之前哈，建议10点吃完。炒的不错。这个是凉拌牛肉。中午多吃点肉啊。让你做呗，你做吧。鸡蛋，一定要吃好，宝宝啊。明天看我能下多少。晚上6点吃掉啊，6点前把饭吃掉，不要节食了。好好吃啊！肉觉得贵的话，牛肉吃的贵可以买鸡肉、鱼都可以吃虾，多吃点肉啊。荤素搭配，再来一个巩固的，这个巩固的，哎，巩固的，随餐喝了。这个针对于顽固的，像我这种必须喝这个，想快点的更快点的来这个，随餐喝就行了。吃饱了那种感觉，不要节食，姐妹们啊，都开了5美颜。减肥我是认真的，吃饱吃好，不吃撑。人家条子，菜条不错。空菜炒的不错，再吃个鸡蛋。中午其实可以吃点馒头也行，吃半个馒头啊，不要吃那么多馒头了，吃半个都可以的。我今天是不想吃馒头，如果不饿都不用吃那么多，饿了可以吃半个馒头。这鸡蛋烂了，不吃了。我爸他吃。我爸有饭啊，我侄女上学去了。牛肉，明天看我下多少。